是阿姨哥哥姐姐们，我现在20万粉丝没有，帮我点点赞呗！这个地方有个红色的加号。现在多少粉丝了？20了吗？还差100个，就破20万，谢谢你们。可以的话，帮我点个关注，点点赞呗，谢谢你们。现在是50万的点赞，欢迎所有的叔叔阿姨、哥哥、姐姐们，谢谢你们。好。怎么嘛，赶我走是吧？你又不播了，你就回去呗。谢谢点赞。20万了吗？我粉丝，这个地方点个红色的关注。我真的不想走，我想好好跟你在一起，好不好？那你就不走呗。啊？那你就不走呗，去外面你睡这呗。你就这么狠心哈？都收到了吗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们？之前的凝脂孢子粉，我再泡一罐喝。直接喝就是。我面目了，包子粉都收到了吗？灵芝包子粉。收到了，喜欢吗？有些收到，有些还没了。昨晚拍的还没收到，之前拍的收到了。对，好喝吗？什么感觉？帮我回馈一下。喝着苦不苦啊？不苦吧？是不是菌香味？有点像巧克力一样，又很好喝，满满的菌香味，喝着很纯棉，是不是？我也要喝一杯哈。我给大家说一下，你们早上空腹或者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杯，知道吗？对，舀上一勺就够了哈。看好了，真正好的包子粉它自己会沉淀下去，不用去摇晃它，它上面的东西它自己会沉淀下去，能看到吗？这就好的灵芝包子粉，这是我专门从云南收过来的。小胃胃不舒服也可以喝的哈，对那个地方也很好。你们在外面买的灵芝包子粉就是要1000多，就是要700-800，买一斤，买半斤的话，叔叔阿姨哥哥姐的打尾的价格就是半斤138，一斤236。我本来说实话，我是想把你可不可以，你要不要过来吗？不要就不要，攒儿攒。本来的价格哈，小燕在这儿。本来的价格我要调到299了，但是我现在我决定不调了，还是230呢。对，
便宜吧，划算吗？东西够好吧？谢谢你们支持。对，还有没有想要包子粉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扣个一？灵芝包子粉是干嘛的？抗什么？然后身体经常这个地方那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很难受，经常年龄大了嘛，容易生那个得什么一些，对不对？然后抗什么？增强什么？特别有一点，你们平时睡眠不好的，经常年龄大了睡不好的，这个地方比较那种的，喝它喝一两次，是不是感觉每天晚上睡眠也好多了呀？舒服多了吧？对不对？对的话打个对。我希望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打尾，虽然236我自己贴钱给你们，你们收到了，你们觉得可以的话可以站出来帮我说句话吗？就摸着说公道的话就行了。对，我不涨价，在我直播间上车321。今天在我收的，我老实话给大家说，这个东西外面的老板去当地云南收350，卖到外面卖到700-800，卖到1000多。我去收，因为我直播间人气高，我粉丝多，我量大，我很真诚，我谈的价格280，我上的是半斤138，一斤236。我为了做口碑，我一定要把这个灵芝包子粉这个品推广出去。我不管是品质还是价格，哪怕有同行在我直播间说什么，没事，我就这个价格卖，上吗？你不回去吗？我不回，321上车，在我直播间叔叔阿姨哥姐们，半斤138，一斤236，再少40块钱，男女老少都可以喝哈。一家人给你爸爸妈妈喝，给老公喝，给老婆喝，每天早上空腹喝一杯，或者晚上睡觉之前喝一杯，用温开水，对，那个精灵，对，用温开水去泡，不要用太烫的水。上了吗？不多，我今天就给他上100单，我要给小燕看一下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带这个。你这卖也卖不出什么。还有就是经常你们刚做完那个手什么那个，在那个白大褂喝它，它对那个也很好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喝了觉得好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你们帮我在公屏打出来灵芝包子粉什么人去喝，他喝了有什么那个好。对，我不能讲，我怕关小黑屋。已经给大家加了，多久回？在外面就700-800，1000多，我直播间这么一罐是整整250克，整整半斤，138还没算邮费，我一旦添2块邮费，5-6块6-7块加人工打包这个罐罐，因为收过来这个盒子也要1-2块钱呢，还有人工那些，我138我自己一单贴点，然后你们拍第二个链接拍一斤，我一单自己贴，我看280 236 44+6-7块，我一单自己贴50，没事儿，我做口碑，你们收到了，一个人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以后来买我其他东西，好的话打个好。对，特别是为什么像我妈妈，我再说一遍，我妈妈这个地方硬，之前知道是什么硬，打在公屏，她就要喝这个灵芝包子粉。对，上了年龄的阿姨和叔叔，特别是30-40岁以后的，一定要去拍这个灵芝包子粉。为什么？我们年龄大了，236块钱。也只是说，你多久回去啊？一瓶8+1的。或者一次美容那个的，对不对？也要几百吧，把这个东西给自己老伴儿，给你家人分享，给大家上了，可以去拍吗？叔叔阿姨哥姐们，对，我不回，为什么要回？可以拍吗？拍到打个拍到哈，对，我给大家带好的产品，很好喝，喝着满满的菌香味。嗯，很好喝，真的。那个娟娟，你一定要去拍这个哟。对，我买980一斤。娟娟一定要拍这个哟。对，那个悠然说的对，你们看公屏，一定要去拍这个哟。我不能讲哟，有些话哟。对，这个叫灵芝包子粉，我好像怎么蒙到过这个，突然也好。嗯。怎么蒙到过这个？蒙的这一开场今晚消黑了，所以说注意了。怎么蒙的我这一开不行吗？上了吗？可以去拍吗？
刚拍，你们都去拍一斤哈，打个一单自己贴个五十，贴一些，然后你们收到了帮大卫做做宣传的也喜欢就好了，对吧？有哈，你们收到货，他背后有写他的地址，任何都有写，他的保质期是24个月，两年，对，使用方式也有，冲服，用温开水，早上空腹或者晚上睡觉之前去喝上一杯就好了，对，谢谢支持，然后对，感谢你们支持哈，我应该猫仔20万粉丝了。还差一点20万粉丝了，谢谢，谢谢支持哈。对，谢谢，感谢直播间的所有的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支持，拍照打个拍照哈。有没有今天正在喝的？对，在我直播有点香，好喝。对，我直播间236是一斤哎，其他地方你买三斤才700米，其他地方一斤都买不到。对的话打个对，又没了吗？我上了100单就没有了。那么快吗？你们说明大家真的很喜欢这个东西啊。对，有很多国外的很多叔叔阿姨也很想买这个，但没有机会，对，没拍到，很多叔叔阿姨哥哥姐没拍到，客服你把踢单的踢一下，有一些没付款的不要占库存，踢一下，对，再上你客服把占库存的踢出来，我让客服把占库存的踢出来，都去拍一斤哈，236那个规格一斤，你们收到是2罐，而且很好保存，这个罐罐是达伟带给大家的，你们每次只需要把这个罐子咬完过后把它盖好就好了，知道吗？放在阴凉的地方就好了，不要暴晒，保存的话每天早上空腹一杯，对，晚上可以吗？哎呀，我他们不知道吗？需要你来介绍，感谢支持。我说一下不行啊？我不行，要你说。谢谢点赞。那你来介绍吗？来来来来，你不是喜欢这儿这个品吗？来，你坐。那你来呗。我看你带个什么？你来啊，你坐。左三，来，你介绍呀。你不是喜欢？也有你的粉丝吗？介绍三，为什么老是我来啊？你不是喜欢吗？我来就我来。我上个厕所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我来怎么嘛？你来，你了不起。哎呀，这小凳子，我怎么坐不了？灵芝包子粉，什么下去哦？现在有人不相信了，不相信就不相信呗，随便呗，无所谓，爱信不信。你不要跟叔叔阿姨这么说话。他们都知道我下去。随便啊，他们都不想看到我，他们都不想看到我，说我在这儿就不想买了，都是你的粉丝，就不下去。不卖了，还给你。你们支持到位，你们支持呗，随便。我还懒得卖，反正卖了钱又不是到我这儿，我就不卖，我就坐在这儿，你们说我，然后你们就走呗，走呗，他就没人，没人买他东西。你不要这样说啊，本来就是。哎，哦，是吗？本来就是呀，对呀。我懒得卖，又不是到我的包包里，我不卖，我就在这儿看一下你们怎么说我。
啊，出国怎么嘛？想出就出呗。他不要我，我还不要他呢。见一个爱一个，那世上那么多，我早就爱多少了。照你那样说。随便说呗，就当做没看到一样的。你的粉丝你来呗，全部都支持你的。嗯。说话呗。你真的太不懂事了。那我要怎样嘛？说些话。都拍到了吗？凝脂孢子粉十抓一个紧的。我又没给你介绍。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孢子粉，然后特别是你们直播间，我问一下哈，3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扣个一，就30岁以上的，不管是跟我一样年龄大的扣个一，或者40岁以上的，对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你们相信达伟一次，这个凝脂孢子粉达伟是从云南收过来的，平时我们在外面的话是很贵，要700-800，1000来米，甚至有的地方在广东深圳那边更贵，而且一般的孢子粉喝着是苦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孢子粉达伟收过来是很正很正的一个孢子粉，从云南那边，大家都知道云南的孢子粉很好，对不对？我相信我现在已经卖了1000多单了，在我直播间我是280一斤收过来，在我直播间我是半斤138，一斤是236上的。我希望叔叔阿姨哥哥姐们可以去拍一单，你们肯定会特别喜欢。对，嗯，很好喝，满满的菌香味，谢谢你们。对，我每天也在坚持喝，因为我妈妈之前那个硬嘛，所以我一直让她在努力的去拍这个。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去买，我一直在强推这个东西，凝脂孢子粉，因为大家都可以喝的，年轻人当然也可以喝呀。小孩就不要喝了。小孩不要喝，18岁以上去使用。然后有宝宝的也不要喝。感谢点赞，谢谢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支持。还有多少单啊？现在跳了多少单了？我看一下哈。感谢支持，拍了吗？这是达伟的一片心意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怎么了？你守在这儿干嘛呀？那我在这儿，那你在这儿干嘛呀？你不走？我为什么要走？你卖又卖不动，又不走。我卖不动。你觉得卖得动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这句话，拍到的，打个拍到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字面意思。对，外面真的很贵。感谢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支持，对，我要把这个东西推广出去，让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收到达伟的心意，谢谢你们支持。他要回来了，你要不先走吧？你天天在这儿，唉。还有最后10单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对，谢谢你们支持。累死累活的卖，也卖不出什么东西，你就看你今天卖多少呗。谢谢们。给你压力才有动力。我看你卖多少，都拍到了吗？
对，可能这儿不是我的家，我有点不习惯哈。今天，但是不影响咱们的工作。叔叔阿姨，现在我们点赞60万，对，因为今天可能应该能破50万粉丝，20万粉丝吧，应该是可以的。感谢支持，哎，好心疼，没事，谢谢支持哈，阿姨、叔叔阿姨们，我为了大家，没事。感谢叔叔阿姨的支持，这个还有最后几单了，拍不到就没有了哟。你卖完就回去了呗。回哪儿啊？回你自己家呗。你们如果那个的话，哦，大家也可以拍半斤回去先试一下，叔叔阿姨哥哥。对，嗯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这里就是家，嗯，这里不是我家，这儿不是我家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，这儿倒不是我家。对，感谢点赞，大伟你就心太善了，没事。我说我们好好在一起过日子，你也不愿意。不想。不想，跟我一起过日子很难吗？不然呢？那不就对了？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对不对？何必呢？不想跟你在一起。我也不知道哈，小燕。嗯。到底大伟哥哪里比别人差？你要这样子对我？没有哪差呀。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就现在挺讨厌你的。哪里讨厌？讨厌我，包子粉还有最后几单了哈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，抓紧去拍，对，满满的一罐，一罐有特别多，我们每天早上空腹喝一勺，可以喝很久，对，谢谢点赞。怎么跟我回去呗，我不想再跟你唠，再跟你吵，很累。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点点赞呗，看看能不能点到100万。下雨了。嗯。那你就在这呗，下雨了。对啊，下雨了，你也知道。